走。天天陪他唱歌，肯定是当我个人的时间。多新鲜呀！后来这么着，当然不能陪你了啊。莫斯科红场，场对，没有场。怎么样？啊？怎么样？看我这个啊！日出松，深奥。对。人中气。好。我睡没睡？我十点睡，早上。哎。谢谢。接下来呢，这个是四场节目啊，有大家熟悉的演员，有大家喜欢的演员，一会儿呢挨个给大家送上精彩的节目。在他们出来之前呢，我想跟大家聊几句或者是唱几句，因为我平时因为呢我不参赛。很多朋友问说于云鹏你为什么不参赛？因为刚才都这个台下有个小伙子说因为你火，这句话真的是哎呀也没有太火，你知道吗？没有太火。好了好了，不跟你们聊了啊，这个给大家唱两句最亲的人好吗？会唱的一起唱啊。翻过了一座山，不是嘿，是嘿嘿啊。翻过了一座山，怎么仨嘿呀，俩啊。翻过了一座山，越过了一道弯，撩动白云蓝天蓝，望眼平川大步迈向前，感谢这人间爱传承了千万年，亲邻好友笑开颜，梦里梦外喜悦春光暖，花开山水青山不问是何年，离家的日子又到了冬天，谢谢我最亲的人挂牵，满天的小树他们告诉我这首歌红了呀。我们平时也不这么叫的，那这么叫也麻烦。哦，那平时叫什么呀？王海。对，王海，就是中文名字吗？这个怎么了？你们说都叫海啊？那么长的名字翻译出俩字来。不是，平常那他前面的都是有原因的，安德烈属于他们家的什么历史？哦，伏什么河？伏尔加河。贝什么湖？贝加尔湖。你去没去过这些地儿啊？你俄罗斯是不是有朋友？我没朋友。你怎么就是个骗子？我送你一句俄罗斯的民歌，希望我们友谊长存。对，咱们稍微紧凑一点，就不用什么都，我忙着点使。明白。来到这个包头演出，很兴奋。哦，高兴高兴。咱台底下这观众，咱都熟。哦，对。那个，
海蛎子，海蛎子，大连来的，这我是这么记着，这是名叫什么海蛎，海蛎，海蛎丝吧，海蛎丝，海蛎，海蛎丝啊。你还有那个吗？各种那个撸铁什么的呢？我认识叫焦芒，其实就往下走。行，听你的，我就提醒你，怕你忘了。我也不一定啊。行，对，可以，对，跟着你走，我跟着走吧。对，您捅了就得啊。安格烈尼古拉斯，你就按你节奏来就行了，想怎么使怎么使吧。哇，今天的观众实在是太热情了！哎，谢谢各位啊，很高兴，哇，好开心哈！我们德云社来到了包头录制这个团综啊，是，也看到了很多，刚刚就呐喊你们哇，老七，让你告诉我，你我好黑呀、啊。哎，行吧，这大伙都欢迎您，确实很高兴啊。是，也确实很高兴啊。是啊，哦，哎，这个大哥，这个白帽子认识。哦啊，他叫查苏图，查苏查苏图，好像是，哦，这是查苏图，八。说实话，我们昨天也接触了一些蒙古族的朋友。哎，我们玩了一天呢，玩了一天特别开心，高兴。我确实，刚刚岳哥也提到了，嗯，好多我们也需要记住人的名字。哎，他叫岳云鹏，对，比较难记呀、啊，确实比较难记。我也记住几个啊、叫有个叫坦克斯，哦，在呢吧？你看看，还有一个叫海蛎子，海蛎子。有一个，这是大连来的吧？这事儿，我去，海蛎子干啥？海蛎子，反正是什么？海蛎丝吧？海蛎丝，反正来了吗？今天来了吗？没来哦。上哪儿去了？有演出。啊，有演啊，他演出。他演出去了。啊，好家伙的，挺开心的。啊，挺开心。哎呀，这嘴最碎的一个。他是因为没挨你打，所以没记住你，知道吧？其实很开心了，来到包头呢，我们真的能感觉到这边的朋友很热情。哎，对，但是我们上台来一般啊，都有一个小规矩啊。什么小规矩？得介绍介绍自己。哦，自我认识我们，但也有不认识我。哎，有熟有不熟的，得说一说。好啊，我那也有记几个人的名字。你先等一会儿，你先等一会儿。不是你嘴里有海蛎子是不是？你嘴里头你是喜欢这个吗？什么叫几几个啊？就都这么说嘛，我们那嘎都这么说话啊，就自己个儿，东北人嘛，东北人嘛，啊、对不对？我有自己个儿的名字哦，自己个儿名字叫什么名字呢？叫齐霄贤了。哥，你看，好好。啊！没有想到我在包头还挺有名气啊！可以。哇！我以为你叫鞠躬下台呢，我以为你。接着提前跑的啊，蹦一个让你啊，这是我自己的名字了哦。那他我旁边这位也有啊、哦，我也有名字，也有自己名字，那当然啊，他的名字也比较有名气，我还有名气，很多人都给他起了个小外号、啊、外号对啊，叫一线天，对吧？也是有年头没人这么叫我了，是不是啊？就说我眼睛小一点，很亲切，眼睛很小哦，但有自己的名字，当然了，叫杨九。哎，谢谢各位，谢谢各位，回来。谢谢各位，谢谢各位。哇，很有名气。对，我有个蒙古族的名字，叫杨秋朗。谢谢各位，谢谢各位。可能你这个方式谁都有，我叫秦霄贤啊。哎呀，你就拉近距离了，是吧？是来到包头演出呢。嗯，我们大概演了两场了。哎，对，上回演一场。对，上回演一场了，嗯、都能感觉到，嗯，这个包头的观众朋友真的特别热情。哎，他好客。所以我也是我自己是第一次来包头。哦，头一模。对啊、嗯，我就觉得应该多交一些包头的朋友。包头的朋友，我这人爱交朋友，是吗？就拿我来说吧，嗯，我也不往大了说啊，我的朋友啊，遍地都是。对。
行，剧场里都是喜欢您的观众，爱交朋友。哦，哪儿的朋友咱都有。你平常工作之余啊，平常在家里待着，我手机都不闲着。怎么着？手机一直响。哎，五湖四海的朋友，朋友打电话叫我出去吃饭，哦，老喊你，拿起手机了。沈阳的。哦，电话响了，叫我老家呀。是，接电话，接吧。干啥呢，铁子？铁子，来呀！别搁家撅着了，撅着，出来撸个串吧。哎，对，沈阳人爱吃串儿，对不对？这电话刚撂下，没时间。是，一会儿电话又响了，又来一个四川的。哦，四川也有朋友。朋友哦，干啥呢，铁子？对，出来吃火锅啊！这是四川朋友吗？这个广州朋友打电话了，广州。干啥呢，铁子？哎，出来吃菠萝包啊！对，所以咱哪儿都是朋友。您不是哪儿都有朋友。您是哪儿都有东北朋友，您这个朋友多吗？东北朋友遍地开花，哪儿都有朋友。嗯，我喜欢到当地交朋友。哦，走到哪儿了，这都有朋友。你说实话，人家款待也多好啊。风土人情，体会一下。就咱啊，不光国内有朋友，国外，哇，全是朋友。干嘛？你要扔飞镖似的？国外哪有朋友啊？当地朋友，当地朋友。不是，您等会儿，咱，我说，我问您，国外哪有朋友？俄罗斯，俄罗斯。哪儿？俄罗斯。我昨晚练一宿啊，在床上，还是失败了。行了，好了，行了，一会儿吐了啊，就是俄罗斯，哎呦呵，是吧？啊，俄罗斯，这个朋友。真的，我这个朋友很特殊，怎么个特殊法呢？他有钱，什么东西？有钱呀、啊！哦，真是什么人交什么朋友，你这玩意儿，这爱交朋友吗？还就不提了，爱交朋友吗？啊、哦，这朋友怎么称呼？怎么称呼？叫什么呀？安德烈。安德烈。哦。尼古拉斯。赵四。我错剧场了吧你们？我是在包头哈。对，是。我们感觉在东北呢，感觉。尼古拉斯。弗列斯蒂夫。伊万诺夫。行，二位，对，啥？要不您再说一遍，好不好？就他，哦，就他。我刚才以为您在剧场点名呢，我刚才以为，就他，真的。对，您在俄罗斯有这么多朋友？什么叫这么多？就一个人。哦，这是一个人啊，这是。就一个人。这是一个人，对，安德烈，就他，这么长的名字啊，这玩意儿给上户口吗？这玩意儿，人家那边就这样哦，大家族他们会把这个姓氏写的全都放全了，把姓氏全写上，都写上，都罗列起来，大家族都这样。你没有俄罗斯的朋友，你不知道，懂什么呀？你就你有。咱平常的，咱实话实说，他这个名也太长了，是不好记、啊。不好记，我们都不叫他这个名。平时怎么称呼啊？王海儿啊啊！叫什么？王海儿，你得有儿化音，王海儿。哎，这个名字怎么这么像一个中文名字呢？这个王海儿，平常一高兴叫海儿啊，就这么叫。这么长的名字翻译过来就是王海儿。对，翻译过来就是王海儿。还能翻译出王来呢？哎，那天给我打电话啊，你给我打电话，邀请你吗？要叫俄罗斯哦，说带我去他那个，他那有个庄园，哦，趁庄园呀、啊！好家伙，我说实话，我也没怎么见过啊，你没去过？没去过，哦，就去吧，那是应该看一看，买个机票，哦，买个机票，嗯，本机长去了，坐飞机去了。你去过俄罗斯吗？我没去过俄罗斯啊，没有。我跟你说，你去俄罗斯这一路啊，你都感觉很神奇。神奇，很神奇！你什么东西都没有见过、哦，它那个飞机的样子，它不一样啊。哦、飞机就特别，那飞机，哎，它大呀！你说你模样跟机架似的，你说你这模样。
就你平常咱见着飞机不是白的，嗯，也就这色了，白色、白的，对，对不对？有卡通的，俄罗斯飞机不一样，他们那什么样啊？绿色的，绿色的飞机啊，嚯，那还真没见过。上了飞机，这都不新鲜。哦哦，空姐，嗯，最好就是空姐啊。兄弟，老毛病又犯了，这玩意儿。好看哦，漂亮，好看吗？大高个儿，哦，个儿高，比你高，个儿比我还猛呢。比你高，你多高？我一米八二啊。他得1.90米了，他得。不，你看那是王九龙吧？那是。提王九龙干嘛呀？1.9米大空姐啊！1.9米空姐，我的天哪！长漂亮，白呀、啊，盖儿白，盖儿白。你先等一会儿，你要跟谁告白？我跟谁告白干嘛？盖儿白？什么叫盖儿白呀、啊？就跟奶盖儿一样白，盖儿白。你没学过这种形容词吗？盖儿白，这是陈言陈语吧？这是好家伙，盖儿白。嗯，眼睛不是大啊，眼不是大，真大。可是个人眼睛都比他大。对，去。好，您老拿我当柱子干什么呀？腿啊，倍儿长，倍儿长，比你长。不是1.9米可比我长吗？那腿打这就分叉了。对，你先等一会儿，你先等一会儿，你先等。空姐儿这腿打这儿就分叉了，这满飞机跑圆规是怎么这事儿？我行了，哎，好嘞，好，行。腿1米为半径是吧？啊、嗯，好，嗯，这活要使一半，他就是个好活了。人还没使完呢，还有啊，现在使一半了。好家伙，我停不了了。推那个餐车呀，哦，推餐车，起飞之后推餐车，留神扎着一会儿啊，状态状态。你看起范儿还，给这个乘客呢提供服务。哦，对，客舱服务。花生饮料、矿泉水呢？先等一会儿啊，先等一会儿，兄弟，等会儿，弟弟，粘苞米呢？啊，别粘苞米。别，你拦人都这么大劲儿吗？好的，这圆规不禁扒了，你这没等，圆规没扎住。刚才，你先等一会儿。您这是飞机，这不是火车吗？还是绿皮？我说绿皮飞机呢，刚才。这都不是飞机，兄弟。啥也不懂，我不懂，那能叫？还绿皮儿的，那叫绿皮鸡。我知道脆皮鸡，我知道，还绿皮鸡，这飞机是不是 K 字头的呀？这个我就啊，哎啊，您就说您坐火车去，我们不笑话您，就是飞机。气死我了！没，不，咱不抬杠，坐飞机去的。嗯，飞机起飞了啊，圆规服务啊。嗯，没多一会儿呢啊，就到了莫斯科了。哦，你们飞机的时候不画圈是吧？啊，到了莫斯科。嗯，我朋友哦，安德烈怎么着？尼古拉斯菲罗纳尔多内马尔，姆巴佩，内马尔，给秦霄杰画一下。凯文德布劳，你来我大俄罗斯，实在受不了。先等一会儿。等一会儿，不是这帮人是要接你，是要闷你，是要不？怎么那么多踢球的呀？他叫啥来着？哦，对对对，你看，对对，安德烈王海，对对对，好了，安德烈王海，安德烈海，人开着车，哦，已经在机场门口等我，擦擦汗吧，在那门口在这等着我，嗯。哎，怎么揣着手就得？俄罗斯冷啊！哦，动手就揣着点儿。哦，行。我打机场门口出来以后，嗯，见着我了，嗯，倍儿激动。哦，高兴了。哎呦我天，你干哈去了你？哎呦妈！我先，你给我冻嘚嘚的你。行了，别行，暖和暖和吧。等我问。他们都冻撅过去。行了、啊，不是我问问你，不是您这俄罗斯朋友怎么说话东北味儿啊？这个，你干啥呀？怎么这味儿啊？他找了一中国的家教，这个家教是不是阿成的呀？这家教，什么嗯还嗯呢？
不是花点钱请一好家教不行？他为了能方便跟我沟通嘛。哦，就没有距离，特意学了东北话，我东北人嘛。哦，学这个，你干啥去了？行吧，你来我这儿了。嗯，我给你安排了，还安排了，你看这个安排了。你嘛，嗯，去那庄园看看。哦，这才去庄园。这领着我就去了。哦，该休息休息了。到了以后，好，嗯，家伙的，就那个地方，就怎么跟你们形容？就那个地方哪大。哪大什么什么手老大啊，就哪大行，听明白。进去以后啊，黄砖满地，旁边小绿化，哦，人正专人，还有自己私家的喷泉，自己修建的喷泉。我和安德烈王海过来跟我介绍了。哦，海白来了，看看这个，嗯，这就是我的私人庄园了。哦，我就问你，嗯，哈拉哨不哈拉哨？那肯定哈拉哨啊，那肯定哈拉哨吧。哈拉哨的意思就是好不好？我知道好不好啊？好的意思。嗯啊，看着了啊，我说哈拉哨，往里走吧。人家，你个大楼梯啊，咱上去以后大楼梯，有俩小门童，哦，迎宾的，嗯，小门童啊，穿的倍儿红啊，红门童，往这一站，还跟我打招呼呢，说什么呀？您哈拉哨。你先等一会儿，就是俄罗斯的单词，你就会一个哈拉哨是吧？你就敢闯莫斯科，对吧？啊，你打我怕你没，我怕你听不明白。家大人放心不放心？他听不懂啊，您就跟我说中文就行了。您好啊，您好，我都没理他。哦，没理他，咱属于客人啊，对不对？进来以后，哎呀，找餐厅，里面什么景象？给我们形容形容。哪大？对，那桌子，嗯嗯，哪长的？呵。哪场过来跟我说你点菜吧。啊，我觉得我客人我点是吗？点菜，我说你这什么都有吗？啊，行不行？来，菜味道怎么样？我来点正常的吧，来点，对，那个给我来个牛扒吧。牛扒哦，西餐都吃牛扒。牛扒那个哦，行，那个您来个七分熟的呀，还是个五分熟的呀？啊，你跳一跳。我来个一分熟的。这玩意儿能吃吗？这个？这先生，这一分熟我们不太会做，这我教你啊。怎么着？你牵头牛过来啊，片下来一块肉，放桌子上，拿手电筒照啊。干嘛做理疗来了？是怎么着？这是照完你就啃。你要觉得这个不够新鲜的，没有关系。怎么办？抱着牛啃。对。干嘛你作死了？是怎么着？这是这牛一会儿坐下怎么办？这牛哈？那牛还叫呢？还叫呢？疼。哎。行，您别这么吃了啊。吃吧，嗯，到了俄罗斯，我觉得最重要得喝酒。哦，尝尝那个沃特嘎，是吧？谁？啥？就是沃特嘎，说中文，就是伏特加。说伏特加呀？伏特加还急了。说伏特加呀？伏特加，对，那个特别烈。嗯，我们这边正喝着呢，喝完了以后，嗯，哥们儿喝着特别开心，高兴了啊。哎呀。嘬气管里了是怎么着？这是田小姐，什么东西？叫名田小姐。我要消炎呢，我以为要。田小姐啊，还真是。田小姐，行吧，嗯。今儿特高兴，我给你表演个小节目。干嘛呀？给你来一个俄罗斯的民歌。啊，俄罗斯民歌，嗯。卡秋莎，啊，他就是唱卡秋莎呢。也对，哦，过来，你奏乐，哦，还有过门，这边音乐就响了，来吧，哒哒啦哒啦哒啦哒哒啦哒哒哒哒哒哒哒啦哒啦哒，呼啦蹦塞，呼啦蹦哈，呼啦蹦塞里蹦塞哈，呼啦蹦塞，呼啦蹦哈，呼啦蹦塞里蹦塞哈，呼啦蹦塞耶，这一组，别唱，别唱了，不是您这是俄罗斯民歌啊，这是内蒙古黑怕。我不大啊，不大，几针点水，五分钟也使完了。有活没有？不是不大，不是一千多字吗？咱演这么长时间呢？我也不知道，挺好的，效果非常之好。对啊，挺好的。但是能说一点，包头的观众太好演，今天这堂观众好，太好演，而且近，对，近太好了。嗯
感谢二位的精彩表演，接下来有请尚九锡、王九龙二位。九锡他怎么办呀？你要确定演这个活的话，你把这个文本发给他，你哪哪哪你得翻出点东西来。师傅跟于大爷啊，坐那儿最腻歪，这个没包袱，状态又不好。哎，你模仿怎么样？九锡模仿行，学行。你学呗，你除了学唱，你学别的呗。是啊，就不学。俩一块儿学不好吗？来一个，上回那个就基本是俩人一块儿学的，就那个。随着时间的成长，我发现人基本上分为两类朋友。又突然就给忘了啊！想着点儿啊，你。嗯，你绷着这弦儿啊，但不是代表顶，你想着。对啊，你绷着，行，行，可以，挺好。哎，就这么使吧，就。就那俩，你可改夜叉和那个，就说你的小裙子也是巴拉巴拉买的吧？怎么能在巴拉巴拉？昨天我们一块做游戏，这段特别难忘的时光，感受了当地的特色。对，我们在那儿捡羊尾油，吃牛粪。什么时候捡羊尾油啊？怎么着啊？那叫吃羊尾油捡牛粪。哦，说反了。对，乌日根来了吗？尚俊熙要跟他挑衅，要跟他摔跤，那不跟摔牛粪似的摔我？上来之后给大家伙得说相声，放眼望去一看，好，下边坐的跟蒙古包一样。倒是有点像、啊、对对对，还都穿着自己民族的衣服，挺好啊，我们也开心。是，包括说相声你们看也不一样啊。哪不一样？上台刚才那几个，有的穿的大褂 啊，有的穿的校服啊，有啊，跟我们的赛制有关。对对，有些人呢上来说相声啊，孤注一掷，先发制人；有些人一上台，先发制服。对了，嗯，咱也不知道哪个制服，嗯，就是穿着下边的，那个坐冷板凳是一个很痛苦的事情。他们在后边呢。那刚才也是啊，人家也演了很精彩的节目，把二位老师陆陆续续都下去休息休息。对对，包括刚才那老秦啊，对不对？金腰前大伙都熟悉，火瘦，嘿，长得跟电线杆子似的啊。哎呦呵，好，您学这瘦猴，您学的这是杨九郎眼睛都比我还小啊。他就没有眼睛啊，他就没有眼睛。别，还是有的啊，有点儿。你仔细端详，还是有的。我说说的不错，下去休息休息。累了，这场换上我们二位上台的掌声，我就判断出来什么呀？基本上没有什么人认识我，但是我不骄傲。哎，嗨，没人认识您，您骄傲什么呀？有必要做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啊？得说一说，我叫尚九锡，哎，我也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。尚九锡就是我，我的名字叫尚九锡，我有一个名字叫。多火呀！谢谢大伙儿礼节性的掌声。哎啊，什么叫礼节性？不用再拍了啊！上来之后了，折腾半天了，大伙儿也累了，好好的听我们说相声就可以了。对对对。所以说啊，边上这个人我就不介绍了啊。嗯，别，出于礼貌性的，您多少得说说我。谁不认识你呀？啊，也还是这往这一站啊，对不对？王九龙。啊，是。谢谢杭盖，谢谢杭盖啊，谢谢谢谢。哎，你说话呀！我现在很尴尬。不尴尬，我觉得我阻碍你们的感情了，还没到那份儿上呢。哦，好吧好吧，确实那小伙子，人长得精神，往那一站，对不对？啊，一米九多，满口大白牙。啊，满口大白牙，对吧？小伙子精神状态特别的好，哎，一般人儿，对，也看得出来啊。嗯，人家蒙古的朋友都特别的热情，看得出来，都是喜欢交朋友的。对，对，包括我们都是喜欢交朋友的人。咱们，对不对？人在这个社会上，咱得冷静的分析这事儿。什么？都得交朋友，因为人类啊，它是一个社会性的群体居住的生物。哦，您这话就值得商榷啊。怎么了？啊，怎么还群体？就是社会性群体类的生物啊。哦，生物还是？对啊，当然了，哦，咱们都就人离不开朋友。那当然，所以我这人就特别的热心肠啊。哦，您热心肠。后台啊，整个德云社后台放眼望去怎么样？我逮谁帮谁。
是逮谁帮谁还是逮谁打谁呀、啊？您这个，我这小体格我打谁啊？我看您是不是逮谁帮谁、啊？就说呀，涵盖的面积比较大，逮谁都帮。我们后台有一个演员叫孔云龙啊，那是我们一个师哥呀。不知道你们知道不知道啊？有认识的。三哥多火呀！哎呦，我替三哥替他自己高兴。嗯，三哥孔云龙，三哥，大伙儿知道啊，一说话啊特别的萌，眼睛那么大，您学学，有一。到我们对空降来了，好家伙，学的还真像，您看看啊，您看，鼓掌的都是了解三哥的人啊，有认识，而且他有一段传奇的经历，什么经历啊？拿摩托车怼夏利，他这人胆儿大，你知道吧？你说我是一个热心肠、好帮助朋友的人啊，怎么办呀？他这行为多危险啊，确实吓人，我得帮助他，怎么帮啊？把他摩托车卖了。帮他把摩托车给卖了。对了，哦，为了三哥的安全。是的，嗯，就是我们有一师哥，我们后台还有一个师哥，哪一位？叫严鹤祥。哎，一会儿就上来。哎，他们说壮壮，对，壮壮，你说话这样。哎，九一，九一，九一，你看我美少女战士像吗？严鹤祥小四十了，叫戏叫戏，这好看，他是个傻子呀，他是一个，这好看吗？这个大伙儿都了解，有个外号叫壮壮，壮壮人有自己爱好，喜欢出去游玩去啊，喜欢自由，自驾游，对，平时也喜欢骑摩托，哎，对啊，骑什么胯子，有开越野车，是，所以说呢，我把孔云龙的摩托车就卖给了严鹤祥。对了，哎，哎，你是个中间商是怎么着你？哎。上九溪卖二手摩托车，没有中间商，赚差价。哎，行了行了，别瞎说这广告啊，对不对呀、啊？就说好帮助人。后台我们还有一师哥，咱后台一提大伙更熟悉了，谁？张鹤伦。哎呦，那是我们队长伦哥呀，对不对？是我们战队的啊。一提小白、张鹤伦都认识，为人比较的单纯，但是有点啊多多少少的不自信。啊，他是有这毛病。生活上边啊，有些东西呢拿不定主意哦，包括穿衣服，总觉得穿的不好看。啊，他长得就那样。那天，哎，那天张火轮过来找我来了。嗯，哎，九一，九一，好像你要是搁这身，你看这穿的这好看吗？他身上有虱子是怎么着？他老抖搂什么呀？他九一，你看我穿这好看吗？这不行啊！这出去之后了，谁也不看我，自己不自信呐、啊！哎呀，我这呀，哎，行行行了，行，没法弄，没法弄。哥挺好看的呀，那穿完之后显得你特别的年轻啊，是吗？九一，那行，那我就穿这身了啊，穿这身。白天出门办事儿去了，哦，晚上回剧场演出又碰见他了，整个人啊垂头丧气，不高兴了。我张老师，怎么了？啊啊，别提了啊，怎么了？您好好说话啊啊，好吧，人稍微的收敛一下啊，收敛啊，我家伙，别提了，更要命了，咱好好说行吗？放慢了，这大伙都听不清都啊。白天我出去了，出去了，好像坐公交车去了啊。你还说这衣服好看呢，出门就撞衫了，不是撞衫不很正常吗？那我说撞衫这事儿，那谁瞅谁尴尬呗？啊，对，都背不住吗？跟那事儿都没有关系。嗯，我撞衫呢是一小孩儿，跟小孩撞衫了。你说我一老，他一小。我们素昧蒙面，四个人啊，就是旁边围着我一圈，都盯着我们俩人看。我说我们俩这情况，你说我是说话是不说话呀？是啊。结果后来小朋友盯我半天，说了一句话了。小孩说什么了？叔叔，你的小裙子也是巴拉巴拉买的吗？嗨，一股劲儿的往前冲，没有卸下来的时候，观众也跟着一块儿这样，其实没有一个完整的听活的状态。知道吗？都跟着造。对，不留白，你不能踏实下来，慢慢的。其实对这个活，他心里没有底。什么叫巴拉巴拉呀？裙子就没事了。哦，对，他怎么穿裙子了？他对呀，啊，不应该穿裙子。其实后来一看是误会，他有别的爱好。他没有。您把这爱好给说出来了。什么都没发生啊！我恨死严鹤祥了，我。穿了这么啊一个比较长的嘻哈的服饰哦，遮到膝盖，小朋友很单纯，以为穿了个连衣裙呢。叔叔，那小裙子是在巴拉巴拉买的吗？他也穿裙子，那我误会了。所以来说啊，这都是我们工作单位，我的好朋友。嗯，人之间情感上的问题，
什么时候你们觉得我需要去寻求帮助？那肯定是有困难的时候，都是你最脆弱的时候啊。我那朋友也是前两天啊碰见一事儿。怎么了？挺烦心的。您给说说。我的发小肯定也是东北长起来的哦，现在啊生活在北京，是搞了一女朋友。那好事儿啊。前一阵跟这女朋友两个人啊晚上看夜场的电影去了。那不挺好？怎么了你？怎么了你？看个电影你就一啊？哇，你知道的太多了啊。说完他好兴奋啊。看个电影他就那样了啊？他喜欢看电影啊。哦，还爬山。哎，这是什么意思呀？我也不知道。哦，来来来，哎，什么爬山是什么包袱啊？也是一种晚上的选择嘛。啊，好好好，夜生活嘛，夜生活。嗯，听不听相声了？好好好，气死我了。哎，我这朋友啊，交女朋友晚上看夜场的电影。是是是。哎，后来啊，晚上天太晚了。哎，明显你有点紧张啊，九七啊。就琢磨节目以外的舆情呢。啊，这话都说不利索了。是的，是的，是的，调整一下情绪啊。刚才什么都没有发生，你先擦擦汗。那个位置没有人啊。好好，你先擦擦汗，不至于的。这个环境，我为什么要写这样的包袱？没气死我了。好好的，好好说相声。哎，这爬山是怎么回事？闭嘴！要在鞠躬下去吧啊。好，得嘞啊。这个晚上看电影，看到了这个很晚的时间，我这朋友啊。真出汗了，真是汗蒸。我这朋友啊，就是跟他女朋友说，行了，今天电影看的不错，太晚了，送你回去吧。结果我这个朋友的女朋友当时呢这样说道，怎么说的呢？哎呀，我今天不方便回家了。不方便回家了？我爸妈不在家，他们去包头了。去包头了，我也没带钥匙，你自己看着办吧。你瞧瞧，这话说，人小女孩想跟他多待会儿，想跟他多接触接触。对呀，哎，我这发小一听这个情况，嗯，得了，行吧，先上车，明白了吧？稍微睡一会儿，我拉你去个地方。嚯，一个很特别的地方。你瞧瞧，开着车到了地方了啊！哎，你扒拉这女朋友到了，这是哪儿啊？包头。对啊。他给人女孩送回来了，去吧，去找你的父母吧。这不神经病吗？这不是给他女朋友给气的呀？那能不生气吗？作死了啊！我一不拉钉死你个瞎货！好好好。给这女孩气得直说包头话。哎呀，还不如去爬个山呢，真是。这边山也不错啊，爬哪儿的山不是爬？爬哪儿不是爬呀？对，想着太难说了。反正他们俩发生了这样的事情，发生完了之后，那怎么办呢？两个人的恋爱关系就可以称得上是猴子的大哥。怎么讲？彻底的废废了。哎，对，那能不废废吗？那个，哎，两个人吹了。那你说呢？我的最好的发小啊，啊，失恋了，第一时间肯定还是想找我呀。您得劝劝他，给我打电话说上九溪，你过来吧。哎呀，我分手了，我现在特别的郁闷。嗯嗯，能不能陪我唱歌，稍微的发泄发泄啊，聊聊？我说行，陪他唱唱歌去。哎，嗯，好家伙，确实啊，也就是我这样的朋友。怎么呢？我陪他唱歌唱了啊一个星期，太够意思了。后来我实在是受不了了。哦，他失恋了，唱的东西啊，情啊，哎呀，怎么着的，心里难受。但得亏万幸啊，啊，我这发小歌唱的还是不错的。哦，嗓音好听。哎，声音比较的婉转嘹亮。嘿，就他的那个声音的音质啊，啊，仿佛是夜空中的夜莺一般，就这么优美，就夜莺一般。哎，细声细语唱的那个好听啊。啊，您得学学，简单模仿模仿我发小唱歌啊。啊，怎么唱的？找找那种感觉，咱听一下啊。每一次都在徘徊孤单中坚强，每一次就算很受伤也不闪泪光。我知道我一直有双隐形的翅膀带我飞，飞过绝望。好了好了好了，行了行了行了。哎，
拜拜，别拜拜了。你有毛病吧你？你再从山上给我推下去！对，我早该给你推下去，知道吗？这是您哥们儿吗？是啊，这不腾格尔吗？这不是？怎么那么粗啊？这嗓子！反正他就是声音很有魔性，我很喜欢跟他一起唱歌啊。但是啊，你说啊，我有自己的工作，有自己的时间，大把的时间，我们还有自己的生活，是我不能天天都陪着他呀。那可不，我说你啊，自己也调节调节情绪啊，尽快呢从这个失恋的阴霾里赶紧走出来。怎么着，老不是事儿？我托付完了之后，当天晚上就出事了。当天怎么了？在那个夜店里边，说跟一外国人打起来了。哟，哎呦，我说赶紧去吧，又给我来电话了，噔噔噔噔跑过去一看，我这朋友啊，跟那个一外国人坐那喝酒呢。哎，不是打起来了吗？我说你俩没事啊？啊，对呀。哎。刚才闹了一误会啊！刚才的误会啊，就是我不应该跟他一起。又来了，行了行了，您这连续剧是，咱好好说话啊。唱歌不这样啊，就是都不是这样的。收收收，把人物哦丢出去。给上九戏画一道。您这连续剧是，咱好，刚才我这让他少看点动画片吧。嗯，很小众，他的包袱我老说的。这就是如果在小剧场底下200人，而且都爱他，哎，他那就都堆了。对。行吧，他那些包袱就能响，搁一3000人园子里边，他那200人仨子3000人里边就瞧不出来了，他的人也不敢乐，别人听不懂，所以他这包袱就不成立，就这么简单。刚才我这人啊，多少闹点误会，这儿有一个外国人，外国人呢之前呢可能呢他就是误会我了，但这人你看这哥们儿吗，不是生性，怎么呢，刚才弄生气了哟，高低啊他想表示他想掐死我，这么狠要掐死他，就想掐死我。哎呦！但是，嘿，这句话他不会说。哦，就是中文稍微差一点，可能刚到中国来啊，对语言的掌握不是那么的精准。是是是，哎，他说的啊，就想掐死我，掐死你。但是他不会说，那怎么办呢？他还想表达这种愤怒的情绪，那怎么说呢？掐他脖子，掐了那么半天，最后挤出这么一句话来。什么话呀？一点空气都不给。哎啊！什么叫一点空气都不给啊，你品哦，它其实是一个意思，对，那个人气乐了，当时他一掐完之后，嘿嘿嘿嘿，我的朋友就乐了，还乐了，外国人一看他乐了，他也跟着乐了啊，俩人没打起来还成了好朋友了，没多大事儿。我一看这个情况，哦，那也是打不起来了。哎，我这朋友啊跟外国人相处，我觉得啊精神状态还是不错的，挺好，把失恋这事就忘了啊，这么着帮朋友帮到底，我呀给他买张机票，国外的往返机票，去外国玩玩，多够意思啊！买张去巴黎的机票，飞往了法国。法国一到那儿去，我那朋友还真是喜欢跟外国人接触。是啊，一下飞机，放眼望去啊，哇塞，怎么样？全是老外。对，多新鲜的，到了法国了吗？老外一看我这朋友，哇塞，嗯，这就来个老外。嗨，谁看谁都是外国人，两边看全都是外国人。嗯，而且来说啊，治愈心灵的方法，一般女孩可能比较了解。什么呀？购物。就是买东西啊，买东西失恋完之后比较的痛快，花钱到了法国去了，买那个比较好的品牌，进去之后赶巧了，是，哎呀，这个啊衣服架那儿啊挂了一个那个衣服，他在国内特别的想买，哦哦，去那儿一看，哎，这件衣服在这儿还有现货，那好啊，想拿来试试啊，试呗，但是啊当地那个店员都是本土人，哦，他想拿英语跟人交流交流，那说呗，我这朋友啊首先是我东北的发小啊，英文都散装的，对了，什么叫散装的呀？说的不老地道的哦，不标准，还得跟人沟通。嗯，把这衣服拿下来跟人服务员沟通。那什么，不是说英文啊啊 ，Hello，Hello，Hello， 啊 ，Come here，Come here， 啊 ，I want to try this clothes。这都什么味儿啊？这都是。May I try on？踹啊，他想试一试能不能昂扬啊，昂扬，服务员听完之后啊，通过他的肢体语言可能说，哦，他想试试这件衣服，这都能看出来，哦哦 yeah yeah you can try maybe it's good for you， 你多专业， it's very beautiful 啊，多棒啊，哎，看能试，我朋友就把这衣服给套上了啊，套完之后才发现这个问题，什么问题，就这件衣服为什么没人买，为什么，太大了，哦，不合身，这衣服套完之后，呵，太好了，怎么样，能跟着我师傅唱京剧去了，好，这衣服改变网了，哎，太长了，他又想跟人服务员交流啊，沟通沟通，就想说这衣服太大了，能不能换一件小的啊，说呗，还得拿英文沟通啊，来吧，哎呀，那啥，那啥，这个days close is too big，太大了啊，太 big 了，
Please give me a change small one。 什么意思呀？就给我春你，给我春你个小点的。哦，来个小点的。给我 Please change small one。 哦， small one。 服务员看待了大概盯了得三秒。嗯，你是说太大了吗？好好好，合着你会中文？哎，人家会说。是的，先生，我会中文，因为现在来我们这儿的中国游客特别的多，经常购物，我会了一点点中文。那你费这劲干嘛呀？那误会了。进来我还跟你说英语，这个费劲劲儿的。你进门也没说中文啊？哎，对，谁都没说呀。哎，说是有道理哈。啊，我也没说。那行了，既然都能说中文了，咱们呢就拿这个中国话去交流一下吧，方便一些。这个衣服呢确实有点太大了，能不能够换得小一点？是啊，那既然呢现在沟通没有什么障碍了，我也是实话实说吧。哦，这件衣服，你穿上去之后给我的一种感觉，多多少少的有点土。这话有点伤人了，这话。我说你。哦，后来我这朋友一琢磨，可能啊，这外国人呐、对中文的词性表示的不够标准，是吗？他想说啊，是不是这个衣服满街人都在穿，不好买，都穿的话有点俗啊？想说就有点俗气了。你是想表示这个衣服我穿完特别的俗吗？啊，问一问。不是啊，就是土，是这么写吗？哎，好，别写了。How to spell？ 行了，是这么拼写，给砸瓷似的。好家伙，这我朋友听完之后能开心吗？能不生气吗？本来就失着恋的啊，出来玩顾客，我就是上帝。是，你还说我穿衣服穿的土，当时给我这朋友气完了，俩手过去掐着这个店员的脖子，哎呀，逼了半天，最后挤出这么一句话来。怎么说的？一点空气都不给。哦，他也学会了。辛苦辛苦辛苦，辛苦。怎么那么热呀、你？怎么了呢？中间计划打乱了，爬山这事儿，哎呦喂！不是他提了，想了就叼上了就，哎，还不想，我还不想拆的说，就挤那儿了。感谢二位的精彩表演，接下来有请孟鹤堂、阎鹤祥为大家带来。七八岁讨狗嫌嘛，我决定是只要能把这老太太鸡蛋偷了，咱俩吃了多好。我这俩孩子怎么了啊？俩人骑自行车，一上过去打卡照。我比较喜欢这几个人物，嗯，你狗的老爷，嗯，你看我们抠的细致点，去帮我缺事件。狗子，我们俩干这几件坏事儿，应该先说说，你想一想。狗子天天不愿在家待着，每天就来找我来。哦，走，出去玩去。我们俩最爱待的地方是哪儿？我们家后边的大草垛上。嗯，没有人打扰我们，就是我们两个人的世界，躺在草垛上，幻想我们未来的生活，幻想未来的世界。嗯，然后想着我们得不到的东西。什么呀？我说狗子，如果说这会儿谁要能给我一个橘子吃，那该多好。想吃水果啊？狗子蹭就坐下了。哇，哇，哇！这口是孙悟空似的，跑了。不一会儿真拿回橘子来了，这么快就拿回来了？啊，真拿回来了，拿回五个橘子来，还不少。我说行啊，狗子，你是我心目当中的神。虽然我们效果不好，但是这个故事我特别喜欢。没有什么包袱，就是讲一个故事。不能说活不好，您教给我的好，但是太好了，咱这个。演完之后说 好，演之前别说太好。太好了呗，那活小猫都没有低票的时候。
今天我就让你见识见识。好啊。感谢您的掌声鼓励啊！嗯，哎呦，今天话筒还挺好使哈、啊。刚才两位老师表演的不错，一个是尚九锡，还有一个是王九龙，对，两个大帅哥哈、啊，让他们下去休息休息，把我们哥俩换上来了。上台来呢，得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。嗯、我是德云社的一个小学生，我叫孟鹤堂。嗯、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介绍完我了，那介绍一下我旁边这位。旁边这位呢，是我今天的搭档。嗯啊，他呢也有一个非常好听的名字，我叫、也没有必要介绍，介绍你们也不知道。叫什么？要不知道就更得介绍。啊，得介绍一下。介绍了之后，我怕他们记不住。不可能啊！那您自己介绍。我记他们介绍好着呢。啊，您介绍一下吧。我叫。他的名字叫。非常好记的名字，如果大家要。好记吗？那个，那个，你再说一回都不一样，是吗？我叫什么？你叫呀？你叫我名字都吐了，我跟你再说一遍，说一遍，让大家伙记住您的名字。如果记不住的话，那您今天就白来了吗？白演吗？对不对？所以说，还有不认识的观众，有可能有认识的，有认识的，有其实没有必要介绍。你没日子说了是怎么着？来说介绍，我叫我叫阎鹤祥，谢谢大家。阎鹤祥，阎老师，哎，不能当老师啊！相声说的不错，不行，我们哥俩合作一段相声。嗯，那么今天呢是比赛、哦，比赛的主题是什么呢？是你最特别的朋友。对，嗯，最特别的朋友，我就想啊，在包头这个城市有很多特别的朋友哦，而且包头这个城市呢有很多其他地方来的朋友，都是为了建设我们包头哦。到了这个地方，到了这个地方的时候呢，我们交了很多当地的朋友，嗯，但是呢回过头去回到我们原来的家乡，我们儿时的朋友看起来也那么的亲切，认识新朋友不能忘老朋友。所以说我非常羡慕大家有两波朋友哦，然后我也一样，你我在北京工作。但是我回到阿城的时候，我阿城也有很多朋友。哦，就是黑龙江的一个地名儿，这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阿城区雅沟镇越集村，那是我的家乡。我回到那的时候呢，那也有很多朋友。啊，一提起特别的朋友，我就不能不提我的最好的朋友叫狗子。您这好朋友什么名字呀？他的名字就叫狗子，他是我这辈子最好的朋友。怎么见得呢？怎么说呢？嗯，我们俩形影不离哦。我想到的他都能办到，是吗？他是我心中的神，我都成神了。真的，为什么我们俩关系那么好呢？因为小的时候确实家庭条件也都不好哦。啊，我们俩学习也都不好啊。就这句话就听出来了。老师曾经说过，老师说学习不好的孩子都是朋友，所以说不对。我们俩就成为了好朋友。嗯，但是他的家庭情况也不是很好。嗯，他父亲酗酒，哎呦，喝大酒，我们管他父亲叫酒蒙子。什么外号？经常喝酒，喝得很醉很醉才回家。嗯，到了家之后，他母亲每天都要发火。那肯定生气。他妈就骂。怎么骂的？天天就喝那点马尿。吓一跳哈，不好意思啊。我要是他爸，我也出去喝酒去。我跟你说，我小一点声好吧。说什么了？到底没听见呀？您根本就没说呀！天天就知道喝酒，就是啊啊！家里活活不干，孩子不管。对，那马尿有那么好喝吗？啊！狗子在边上，好喝吗？马尿。第二天狗子找我来了，嗯，都找，哎，我听我妈说啊，马尿特好喝。
我说你别瞎说了，胡说。那妈，嘿，你妈说的根本就不对。怎么呢？马尿根本就不好喝。行，像话吗？怎么了？挺好喝的。破什么乱七八糟？盒儿咱们都喝过是吧？不是，你说跟那个没关系。你说正经的吧。狗子，我们俩是成为了最好的朋友。嗯，我们最喜欢待的地方是哪儿呢？哪儿？就是我们家房后的那个大草垛上。哦，在那儿喝马尿。没有。那个大草垛上没有人能影响到我们。嗯啊，很寂静啊。我们俩躺在草垛上望着天空，哎呦，幻想我们没有的东西，多好啊。我说狗子，嗯，如果说现在能有人给我一个橘子吃可就太好了。一个橘子？你说那会儿没有啊？哎，过年可能才有。是狗子这会儿从草垛上窜起来，哇哇，我去。不是，他说的是我还是旺？您再学一遍，让他再学一遍啊！哇！哦，哇！我知道为什么叫狗子了，你说吧。就跑了。嗯，我说干什么去了？啊！哇，这索尼克！哎呦，闪电侠！啊！跑了，跑了。那草垛上等着吧。不一会儿，狗子真拿回橘子来了。哦，想要就有。拿回来五个橘子，我还不少啊。吃吧。啊！我说狗子，你太棒了！你在哪儿拿了橘子？我的天，你这，我吃吧。我们俩人分五个橘子，嗯，他三个，我两个，吃的特别的开心。我说狗子，如果这会儿要是能有个苹果吃，就太好了。狗哇哇，就跑了，真拿回苹果了，又拿来了，拿五个苹果回来，又是五个啊，放在这儿我们俩吃，嗯，吃。狗子你太好了，你对我太好了，真的。嗯，如果说这会儿谁要能给我个香蕉，他就是我最好的朋友。哇哇，就好，我也会多来一下。我一会儿，嗯，香蕉拿回来了，这肯定有。拿回来一把香蕉啊！真的，我打小我只听说过香蕉，我们村里就没有过香蕉，香蕉都没见过。拿回来一把香蕉，我太感动了。我说狗子，真太好了！你是这香蕉，你们家也没什么钱，你干嘛花这么多钱为了我呀？就是。狗子说不用花钱。怎么不用花钱？后山坟地有的是。啊，坟头拿的是吗？我说怎么五个五个的？对，坟头五个凑一盘呢。对对，是不是那个贡尖给我吃了？狗子，对，贡尖就是你的。什么人呢？第二天我说狗子，我想吃点心。这也有啊，就跑了，奔着后山就去了，一天没等回来。哟，没回来。第二天早晨，狗子挂着一个纱布，胳膊这样，这边眼睛都青了吧，摔着了是怎么的？来找我。我狗子啊，怎么回事？对呀，啊啊，怎么回事？真是，我点心呢？您先等会儿吧。什么朋友啊，人都摔成这样了，您不先问问啊？这是这点心呢？怎么回事？狗子，怪我啊！这事特别怪我。怎么呢？我太着急了。嗯，人家还没哭完呢，我就上手了。啊、打死都不多。我说狗子，嗯，你再早上点手，没准就能好。对啊，他早上点手，那点心就给他摆了，知道吗？嗯，就是狗子，我们俩关系是这么好。嗯，只要我想到的，我说出来，狗子都能没有办法。交情是真不错。那天，我们俩在那个大草垛上想，嗯，别的孩子都有骑自行车，嗯，就我们俩没有。哎呦，穷啊，家里面啊没有自行车。我说狗子，如果我们俩要一人有一辆自行车，就太好了。狗子，哇哇，咯，跑回家去了。不是谁家坟头供自行车啊？关键坟头供自行车，笑话，他不就会往那儿去吗？不是，那自行车不是坟头的啊。坟头扛回俩花圈来呢。哦，那更受不了。回家了，回家拿回两个自行车了啊，扛着俩自行车哗就跑回来了。干嘛不推着呀？坏的自行车。哦，坏的。好的自行车能让他拿出来吗？啊，对不对？两个自行车，嗯，但是两个都是半拉的自行车。哎，那不正合适吗？两个半拉的凑一个正好啊。两个都是后半拉。对。哦，全剩车屁股了。那怎么办？我们俩拼到一块，我们俩不能对着推吧？
对不对？对着灯他走不了啊，改健身怎么办呢？嗯，这俩自行车我们俩有组装能力，对不对？我说狗子，如果现在要能出现两个轱辘，那就太好了。差点，哇哇，嘎吱就跑回家去。嗯，把他姥爷轮椅推出来了。轮椅？啊，我说你推这轮椅干什么呀？对呀，正好这车这个轮椅俩轱辘啊，咱们这么一放，你在这边骑，我在这边骑，轮椅放中间。我说主意是好啊，你先把你姥爷送回去行不行？哦，人还上边坐着呢。他姥爷也是有点惨，嗯啊，他姥爷经历也比较惨。你说说，他姥爷在家躺了有个七八年了。哦，腿脚不好，也不怎么出门。嗯，因为他妈妈呢管得严，嗯，怕出门出点什么事儿。哦，啊，今天狗子给推出来了。嗯，推出来了，我们说要不先把姥爷送回去吧。对呀，啊，先送回去啊。狗子说咱们先组装好了再说吧。哦，我们就开始组装，拿绳绑后边的自行车对应着前面俩轮。嗯，然后前面就是那个有俩车吧，啊，轮椅，他把这头，我把这头。嗯，我们俩咱俩先试试。嗯啊，先试试。我们俩上车之后，好家双涡轮增压呀，那车四个轮，那在我们那儿那就是汽车了。哎呦，好家伙，我俩蹬的这个快呀！啊，没想到我们把我姥爷给忘了，我忘了还在上坐着呢，在前面还坐着呢。姥爷这会儿醒了，啊，这是哪儿啊？我们俩哟，坏了。姥爷在车上呢，对，赶紧刹车，咵一刹车，姥爷我们俩嘣给赖回来了，没系安全带啊，没系安全带，给姥爷绑好。嗯，我们往回送。我说姥爷，给您送家去。小子，回去吧。你们这是干什么呀？像话吗？啊啊！干什么？老头给人推出来，我不能出门，你妈该说我了。赶紧回去吧。不是，那姥爷，我们现在给您送回去。我们俩想借您这轮椅坐两个自行车，我们出去玩去，出去兜风。我们也想有自行车。像话吗？嗯，啊，像话吗，小子？就是，这是我的轮椅啊，玩你不带着我？哦，他挺高兴是吧？那行，那姥爷咱一块玩去。你们仨人，我们俩人，啊，他坐前边，我们俩在这儿，哗，就这栋灯啊，什么造型？出去蹬去，嗯，风驰电掣呀，哎，姥爷还喊呢，快点儿，再快点儿，他还嫌慢，刺激了。跑着跑着，前边碰着一个人，谁呀？叫小娟儿。哦，人家那轮椅都是电动的。哦，我知道，我见过那种的啊，姥爷。追上他，我们俩人哭，好嘛，追上了。姥爷在边上看着小娟儿，嗯，娟儿啊，看我这个啊，双涡轮增压，哎呦，百公里后有俩孙子，俩孙子呀。这不错，这挺好。娟儿都没理他姥爷，娟儿，讨厌。什么意思？加速了，我人提速了，加速了，小子，给我飙他！人家电动的，哎呦，这说电动车是真快，那可不嘛。我们俩使劲蹬，才跟娟儿弄个平手。绝对不折，老头着急了啊。娟儿，双涡轮增压干不过你。嗯，开启四驱模式。怎么开四驱？走你！前边蹬啊，后边摇，这叫四驱啊。好家伙，跑的还挺快。我们回头看小娟儿，娟儿再见了啊，再见了。回头正跟娟儿打招呼呢，喂，嗯，前边狗子他爸出现了。哦，刚喝完出来，这儿迷迷瞪瞪的，这儿迷迷瞪瞪一睁眼，什么东西这是？啊，什么玩意儿？这会儿说躲也躲不开了，咣就撞上，撞上了，撞什么样了？撞什么样？咱先甭提了。嗯，现在反正我们车上是四个人，怎么四个人？狗子他姥爷抱着他爸，你说这翁婿什么造型啊？他爸看着他姥爷，
姥爷看着他爸，爸爸，你怎么出来了？对呀、啊，停！给我们叫停，他爸爸下车教育我们：这俩孩子啊，怎么回事？不像话！这老头在家待好好的，给弄出来，这出点什么事，谁责任啊？就是。这会儿老头说话了，小子，别说孩子，听我的。这老头要疯，可下出了一回，那还不玩痛快了，哗跑，我们俩哗这还玩追呀、啊，啊，跑着跑着，来到一地方，敬老院，敬老院，敬老院，老就说停，看这儿了吗？为什么去这儿？敬老院啊，小子，你们有朋友，你们俩是朋友，我也有朋友，您朋友在这里啊？我的朋友都捐在这里。什么叫捐子呀？人在这休养呢，出不来呀、啊，见不着面啊！您要什么意思啊？进敬老院，找他的朋友哦，把所有的朋友都叫来，都谁呀、啊？这个张大爷哦，马大爷嗯啊，王大爷嗯，赵大爷，好嘛，王朝马汉张龙赵虎、啊、都叫。小子知道吗？嗯啊，我们老哥几个年轻时候，我们你们没听说过？我们老哥几个年轻时候，我们逮过坏人哦，你姥爷是不是叫展昭啊？在这，不是展昭，我们逮过坏人。现在不行了，现在抓坏人抓不了了。年轻时候跑得快，现在你看都坐轮椅了，都坐轮椅。我们要能抓住那坏人，那坏人也基本上没有什么改造空间了。姥爷给老几个老头开会。嗯，老哥们们，我们都这岁数了。哦啊，人生已经到终点站了，快。说不上是谁的终点站，嗯，都这会儿了，我们不还来点刺激的吗？来什么刺激的呀？来点刺激，他们几个商量着要找小娟飙车去。几个老头都懵了啊，什么时候事？嗯，这我们都不知道啊。对呀、啊，啊，这干什么去？怎么弄啊？老头儿机灵，一指个狗子，指我，绑上。谁绑上？把几个轮椅咵全绑上。把这些老头的轮椅跟你们这车绑一块儿了，咱绑一块儿了，改小火车了、啊。哎呦，战车呀！啊，战车，走吧，出发！我们俩在玩后边哗蹬，几个老头在上面啊，刺激啊！人太多，蹬不动啊。嗯，哪儿蹬动那么多人呢？就是。后来不行，老头指挥，伙计们，嗯、伙计们挂 S 档，还有运动模式。挂 S 档，所有老头哗手拿着哗。呱唧呱唧呱唧呱，跟小火车似的。嗯，我们俩脚都跟不上蹬子了。好家伙，多厉害！跑那快呀、啊！前面有一指挥的啊啊！前面老张头指挥。哎，前面右转啊！前面右转，告诉往后传，往后。我们俩闷头蹬看不见呢。嗯，这个往后传，前面右转啊！哎，告诉俩小子，前面右转，传到我们这儿，正好哗右转，前面有正好施工的有一大沟，哟，沟太大了。前面老张头看见了啊，往沟告俩小子，可不沟啊，慢点啊！哎，告俩小子，后边前面有沟，后边慢点啊！哎，告俩小子，前面有沟啊，到这儿刷车慢点。告俩小子，传到我们俩这时候，老头都掉没了。好，这效率太低了。老头都在沟里呢，赶紧往出救老头吧！赶紧救出来、啊！就这帮老头啊，嗯，好家伙，旁边还有人说：“哎呀，我天哪！你们知道吗？那考古、啊、考出五个老头来，活的。”没听说过，有考古挖老头的吗？啊，五个老头都弄上来，这会儿家大人都过来了。嗯，啊，狗他妈，还有这几个张龙赵虎、王朝马汉，哦，这几个衙役啊，儿女们都来了。嗯，都教育，这干什么呀？这么大岁数了啊！不在敬老院好好待着，您出来冒这险干什么呀？就是，狗他妈也说：“爸。”你说你好日子不得好过，你这不作吗？这不是？哎呦啊！给老头说的不吱声，就是把头低下来，想说点什么吧，又说不出来。我跟你说，我都很理解。别看这种行为很危险，关键这老头出来啊，他找老朋友一块玩一块开心，这个心情是可以理解的。嗯、你们这些子女平时应该多陪陪老人家。老头是怎么想的？嗯，老头这会儿抬起头。说话，他怎么说的？老哥几个，嗯，
别跑了去。就仗着他灵就完了。对，哎，确实这活也没完全攥了多顺溜。攥弄的东西，就怕别人，就怕不可信。对。哎，挺好，都挺给耳朵。哎，哥。啊。你说咱这活达到这种效果就可以了，还不错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因为还是，因为逻辑上还是偏荒诞一点，能说的比较合摇性，其实挺不容易的，挺不容易的。已经能达到这种效果，我已经非常开心了。对对对，可以。张鹤伦、张颂南给大家带来精彩的相声。我唱啊，九妹九妹，可爱的妹妹，九妹九妹，九妹九妹。嗯你们要不会就别哼哼，知道吗？肯定有一句接不上来的，是吧？完了吧？可怜，你们要会不会别呵呵脸？这九妹可以留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。要单独有一个进来，我就找他去。哎，你跟别人当一样，也做。把这个先记住，九妹这个咱留下。可以。第一句很熟，第二句绝对唱不上来。比方说那个这个。我和草原有个约定。你看没音了吧？得找那种啊，大伙一听啊，就都知道那种巨手玩具，或者是老歌，或者口水歌，到那就懵。对，你看，比方我和草原有个约定，这就是老歌啊，啊，又符合这个地域，自己地域的歌都不会唱，我好哇，脸往哪放，好丢人。而且很就好丢人，赶紧我教你们动作，把脸捂一下，啪摔地上，听见没有？啊，再唱一个，接着唱。你刚才那动作你忘了吗？你教他，啪！对，好，看我的动作。如果猜唱不来，如果我先叫你们啊，现在遮蔽羞涩的方法啊，捂着脸，啪，把脸摔在地上，不要了，好不好？哎，可不可以用师傅那个？师傅那个对，我的心，他没接。恐怕话题都错。你们不听我师傅相声吗？累了不给他投票。这样不那你那还行了吧？红尘下不完，白浪不沙滩，没有椰林醉斜阳啊，只是一片海浪啊。这必须得找一个跟九妹这个。还有什么？除了九妹，还有什么？就找这种嘛，哪个都会。刚才想，除了九妹的。哎，来，我又发现一点，啥哥，上台还是我说那个，就不能说我没朋友那么入，啊，那怎么说？逮着上台哇，那天观众好热情啊，我现在还有一个喜欢我的朋友啊，你看我这也有掌声，来我看啊，哎，你看你们也有，哎，算无所谓了，哈哈，看一下，今天我朋友跟我朋友还学了好几句那个，哎，包头话，包头朋友，对，我听听，哎，那个就。什么意思？发音就不对，那哥们假外地吧？啊，就咱俩真朋友。你说，哎，我朋友告诉我了，那你那是你朋友，我朋友，明白吗？我朋友告诉我了，那是你朋友，是我朋友。你今天你朋友来了？对，看人够多呗。我忘了啊。哎，我这个葛唠唠，哥们说话，啊，记者该来。哦，你朋友不多呀？告诉你的人很少哈。别着急，我朋友越来越多。别着急，别着急啊。嗯，葛喜该，我亲爱的朋友们，葛喜该啊，葛老祖。嘎子窝啊，哥哥好帅！看那掌声，压都压不住啊！你要说论控场，哎呀！来，前面那几场出来。前面那地方出来听听什么才叫掌声，来，前面这些都是我的亲朋好友啊，确实啊，都是我的好朋友，今天来太开心了啊，一上台还有一个互动，哎，这叫掌声热烈，大伙挺捧你的吗？小人气儿什么，我就没有人气吗？可以了啊，你们是两边倒啊，是这个，我跟你说啊，今天来的都不是外人，都是谁？都是咱们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好朋友。你想想，我们这期的主题就是朋友，你还用说别人吗？对，观众不就是我们最亲爱的朋友吗？对，
就是我们最好的。我就喜欢跟观众聊天，是啊。对，今天来了，我发现啊，有捧你的，有捧我的，也有捧各位演员的，对，对，都是捧我们德云社的演员的。是，说两句话，尤其看各位的岁数来说，我觉得咱们都班的班。停，还班的看各位的岁数跟你班的班啊？各位同意这种说法吗？同意。谁摇的头？再摇一下，我看看。大伙儿一二三，不同意。哇，你们脾气好大啊！但是强龙压不过地头蛇。您哪年的？您就跟人家班的班，哪？管你，你哪年的？九三的，九三的，九三的，来来来来来来。九三的，我们就是祖国的花朵。停停停，等会儿。哎，你见过是不是九三年的呀？九三年的，怎么了？祖国小花朵。对，你哪年？你哪年的？哪年的？你猜。39，39，1939年的。看这满脸褶，这脸褶跟年轮似的呀，各位。长得怎么了？有老一点吗？没有老一点，并没有，心态年轻啊。啊，就剩心态了。对了，心态年轻啊。啊，我觉得台底下来说，你看。好朋友咱都见过呀，对，特么秃噜秃，博尔至今乌云拔牙。对了，那个，对，还有王海，对，都有啊，都是我们的，都不是外人啊。对，对，所以说我觉得今天来讲啊，既然都是我的朋友，而且咱们来到了包头，嗯，内蒙古啊，内蒙古，你知道这儿的待客之道是什么吗？不知道。哎，喝酒吃肉，对对，对不对？没错，载歌载舞，要这个。你是不是孟鹤堂他那朋友那老爷呀？坐轮椅那个，载歌载舞，真的真的，来到这儿之后，你知道这儿的你都爱听歌。对，我觉得是这种的啊、对不对？既然是这样的话，咱先用一个歌曲来打开一下尴尬的局面。没问题，好不好？来一个。而且我相信咱们年龄段都一样，我唱的歌基本上大伙都会，可以吗？当然了，有把握。来啊，来一个，听这个啊啊。我和草原有个约定，没想不出来就别唱了，是不是有好多不是是外地来的呀？是啊，你说衣服都是借的吧？这衣服。头一首歌啊，头一首歌差一点，再来一首，二一首，听听这个 啊。美丽的草原，我的家，风吹绿草遍地花。当日今，就剩哼哼了啊。牛羊好似白云朵，哦，牛羊好似神朱砂。是不是我起高了？歌声啊，要不会得给我哼哼，连哼哼都懒得哼两句吗，大哥？哦，不错不错啊！你看，这就是我们蒙古族感觉，我都是熟悉这些歌曲，对不对啊？蒙古人，洁白的阵风吹，神奇。这怎么不会了？这个是吧？不会，谁不会？作为一个蒙古人，不会这歌就把脸给我撂地上啊！听到没有？这歌我感觉有点生疏啊！再来一首啊！十五的月亮升上了天空哟。因为大哥，你该唱唱啊！人都会，你不会。等待哦，我哎，昨儿睡觉那个来来哦。
亲爱的朋友，真好真好，我们用歌曲来交流。哎，有一个大哥不会唱也没摔脸，这怎么回事？哪个大哥不会唱、啊、就这大哥。大哥不会唱、啊、这紫衣服那大哥不能。蓝蓝的天空，大哥你接。哇塞，接上来了，听见没有？好棒，就是难听了一些。人家戴着口罩呢，知道有隔音，要不然一声音响彻云霄。嗯，哇塞，摘了口罩怕比你帅。不可能，比我帅的人到现在我还没有找到。不要起哄了，我哥眼睛也不好啊。我真是很自信的。是吗？很自信。再来两首啊。什么歌？什么歌都行。想听什么歌啊？对，来一首啊，大伙都熟知的啊。给我一片蓝天，一轮初升的太阳，给我一片清风，吹拂向远方，给我一个雄鹰，一个威武的汉子，给我一个套马杆，握在他手上。我的心像大地一样宽广。都会唱这歌，真好。这歌呢，我也特别爱唱啊，因为我呢也对这个歌呢改编了一下，我觉得这个曲子很好。改编？对啊，啊，发现唱他那个曲子，唱周杰伦的词儿也正合适。能唱吗？对呀、啊，唱《青花瓷》。天青色等烟雨，而我在等你。炊烟袅袅升起，隔江千万里，在平地蜀汉里放前朝的飘逸，而我只为遇见你伏笔。快使用双截棍，哼哼哈嘿，习武之人切记，忍者无敌。是谁在练太极，风生水起，习武之人不去一身正气。嘿，巴扎嘿，真好，哥真好，不是你捧，太好了。吉祥话嘛，吉祥话，开心就好了啊，对不对？对于歌曲来说还比较有了解，是啊，各种的歌曲啊，大伙都熟知啊。嗯，比方说啊，比方说那个大伙了解的《凤凰传奇》，都熟，对不对？都熟，代表作吧，都熟。《凤凰传奇》都是谁？凤凰嘛，一个叫凤凰，一个叫传奇，玲花跟曾毅。对了，哎，哎哎哎哎哎，你有事说，你有事说。你叫什么呀你？你先叫我呢。我突然间想到一个谜语，行，说啊，这个曾毅，哎，站到树上唱歌啊，这个猜一字儿，猜不着，这弱智的要猜不着，猜不出来。这个字念桑，哪个桑？哎，桑树的桑。为什么念桑？下面一个木，上面三个又。为什么念桑？你看，又又又，寂寞寂寞是谁的错？行了行了，嫌你呢是吗？都知道吗？破谜语有什么可猜的？破谜语什么？这个我也猜谜语，我听听好了啊。曾毅掉河里了，猜一人。不知道。曾毅渴呀。好尴尬。尴尬吗？尴尬。尴尬吗？再一种就是就把这个脸啪一二三啪就给我摔地上、哦、好，明白了，听着没有？给他机会啊，对不对？那个凤凰传奇我特别喜欢，那么看歌曲什么歌？比方说大伙都熟知的《自由飞翔》，都熟，记得吗？都熟。在你的心上，自由的飞翔，遥远的边疆，随我。有一些延迟，没有关系。我对这些歌又进行了一步改良。怎么改良？哎，我把这个词啊变成了唐诗，我觉得唱出来正合适。唱一试试行吗？是啊，比方说 啊，床前明月光，疑是地上霜，举头望明月，低头思故乡。真改上来了啊。嗯，哎，我再换一首唐诗能行吗？我听听。悯农。哈，锄禾日当午，汗滴禾下土，谁知盘中餐，粒粒
真辛苦。So easy。咏鹅。曲项向天歌，白毛浮绿水，红掌拨金钵。别叫唤了，我这想办法弄他们呢。说早发白帝城，早发白帝城，早发白帝城。上次分的。哎，这字儿多、啊。对，七言呢，这是。七言就不行了吗？哎，朝朝白的彩云间，千里江陵一日还，两人提不出，轻舟已过万重山。怎么样？真好哥，您对这个70、80后的歌曲有深厚的研究，就证明了你确实是1939年左右。我是给我朋友们唱的，人都爱听，怎么了？你给朋友们唱，你自己不会新歌啊？新歌什么叫新歌、啊？你看我们现在90后，对不对？我们你把手撂这儿，听到了吗？是吧？我们爱听什么呀？啊，扣开了，怎么了？我扣开了，你们都不喊，这模样的扣开了，你们喊。人家是一种关心，一种爱。你们喜欢肥的是吗？那大哥把手撂下，大哥你那腋毛都飘回来了，大哥。大哥穿着衣服的。我们喜欢听什么呀？听什么？唱跳一体的。你比方说什么说唱，现在说唱，对不对？ Everybody 在你头上暴扣，对。这就叫说唱了。对啊，我根本就不知道该怎么说，只能说他们技术笨，所有的演员对我都是羡慕嫉妒恨，他们只能对我的内容去评价，我的包袱把他们全部都凌驾，所有的技巧我都用到，他们只剩下台上的自我介绍，他们弱爆了。还有吗？还有吗呀，来个 B-box 我配合。 B-box 我不会。不会，我自个儿来。来，哟，都说上一场的节目实力太强，老虎不发威，你当我西瓜太郎。他们的段子可以说是法力无边，但是上台以后，我的包袱就是无法无天。上一季的作品我没有拿过第一，但是已经奠定了节目质量的地基。这一季的作品每一季我都很用心，因为我的目标是这一季的总冠军。我这人性格倔强，从来不信命，因为我知道我的相声实力过硬，我一开口就赢了尘埃落定。我现在正在进行的是 freestyle， 不是你们说的那个一给我的 giao、哦、不是他这活真不用到一昨儿夜这四天。不错啊，效果必须的，已经记出效果来就我觉得你那个那是可以传了，对，其实够了。但是后边这太炸了，这个我一直打，我说别，我说呀，我说别，我说让年子别起来，看我必须，我一想啊，既然都这样了，我就不如来个冲刺。师傅，这活不用锻炼到四点，啊，就准是四点上厕所的时候锻炼。这您知道了是吧？我们顶啊，这俩一出去我就乐了，搬搬倒是骑兔子，一点稳当劲儿都没有。说唱还是说唱、啊？真是上台之前顶死了，顶、啊！为什么呀？我也不知道。接我们这活还顶、啊，就是紧张了。打平哏还顶。我现在来到内蒙了，就把这跛青钵用了。哎，你们下去了吗？没有，来不及了。不是下台了吗？我们说就别使那么大了。没有，我怕时间太长了。两个神经病总算是演完了啊！锄禾日当午，汗滴禾下土。我不会那个啊，太丢人，那个太丢人。啊！
老师、于老师。昨天因为他们这都吸了阳痿油了啊！是，今天听相声开心吗？开心。我们在后边听这个现场的动静，没想到今天现场人这么少，不这么多，声音可不小。但是你看这个节目录了这么久，好像今天的观众是最热情的一天。是的啊。这个我们昨天做游戏了。跟我们蒙古族的哥们们一块儿啊，一块儿摔跤啊，啊，射箭啊，对，他们输了，他们输了啊，我们让着他们啊，看我们这个健将啊，多厉害！他就是昨天射箭的那支箭，是吧？没让人撅折了就便宜我们了啊！昨天是张鹤伦的队伍获胜了，是吧？是。然后获胜，你们那些个票送出去了没有啊？送了，今天都送给朋友们了。这个票不是随便送的，对，送的都是第一代到包头来工作的这些个奉献者们啊。是是。都哪些位是？您举手，我们瞧瞧啊。哦呦呦，向各位致敬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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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现在据说已经是第三代建设者了啊，来的这些位是第一代，向各位致敬，各位辛苦了。能够建设了包头这么一个钢铁的城市，草原上的一个明珠啊！是辛苦，再一次谢谢您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那个，今天到包头了，咱们给大伙儿唱几句那个大西厢吧，好吗？好。次日清晨，辞别老高命啊！普救寺僧人渡来送行啊，办案人等我上了伯龙马呀，一心赶考走奔东京啊，三里桃花店呐，越过五里杏花营啊，桃花店前出美酒啊，杏花坡前女儿花容啊，李亭坐定了崔莺莺啊，好难唱的这叫西厢记啊，愿诸位阖家欢乐福寿康宁啊。